点一遍，罚你善恶不分。蓝湛，忘机之罪，愿领重罚。风声飘飘，雨也潇潇，魏婴，夜半还睡不着。这个男二公子想必就是蓝氏双臂的蓝忘机。木偶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亲有的岂能触碰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？再会。我和蓝湛也是因为志得道，是不是啊，蓝湛？我可不是有喜欢的人，至少要那么喜欢吗？我想带一人为余生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。若不能以黑白断是非，那要如何才能定一人之心？忧伤怀抱，谁眼泪掉？窗外雨打芭蕉。魏婴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有堕入人的道理。你把我当成什么？我毕生的知己，现在如是。修习邪道，终究会付出代价，死道损失，更损心性。唯一满山腰，也是真正的离经叛道。人外该有人忘不掉，你怀抱夜夜都是魂牵梦绕，爱恨情仇都不胆小，多寂寥，星辰别换作仙界绕，引无数英雄心折腰，成山多娇，风雨魂魄与我尖叫，一生跟我回姑苏。好。